蘇黎世保險香港學界33籃球挑戰賽女子組的決賽，由就是藍色衫的拔萃女書院對著就是白色衫的協恩中學，兩支的球隊其實上一屆賽事都未能夠入到四強的階段，今屆就來爭這個的冠軍。兩隊當然在賽前來說都是協恩都是一個的大傑，他們都有兩位就是 U18 的代表，四號的黃雅婷和六號的袁彩雲。這一球你會看到，其實尤其他交球彈地波的球傳得很漂亮。其實就本身拔萃其實他們那個的內線都不差，但是面對著協恩今場他們都一樣這麼硬淨的防守就都沒什麼板斧，得分方面其實很早已經被協恩就是拉開了，而去到尾段更加體力都是一個的差距，最終協恩中學以14-3大比分擊敗拔萃女書院，成為就是總冠軍。